编导跟我说，这个孩子家里养了一头猪，是吧？但是他已经养大的。但你有多久没吃猪肉了？有好久没吃了，就是2012年开始很少吃肉，有就算有一点肉，有一点点肉我都会给爸爸吃。你这自己在家里会干点活吗？家里的活全都是我一个人干，洗衣服、做饭、挑水、砍柴，都是我一个人做。然后我还会去山上挖一些草药到镇上给爸爸换药。就简简单单，他们一般来说上山打一捆柴下来，因为不想往返的次数太多，一捆柴基本上都是在60-70斤左右。那还算轻的。所以我还是那句话，有些人只是长得像人，但是没人味儿，所以这种人基本上不能称作为人。不管这个女人有什么样的原因，我都是这样对她的称呼。如果她今天要是能来，我认为倒可以为自己的过去赎一赎罪，但并不代表你没有罪。11年了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就算他现在来了，我也不会认他。为了爸爸。为了爸爸，我还是希望他回家看一下爸爸。你看，一个13岁的孩子为了父亲都能委曲求全，你说你一成年女人，你怎么可能走得无影无踪？来，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。